走下舞台与粉丝互动，竟然遭到前排观众恶意袭胸。来自韩国的女神 DJ Soda 曾入围亚洲百大 DJ， 而日前她也受邀到日本大阪参与 Music Circus 音乐庆典，带来一连串精彩演出。为了与粉丝互动， DJ Soda 更亲民走下舞台与观众近距离接触，不过却在此时被第一排观众恶意袭胸，让他吓得赶快退开。事后 DJ Soda 也在社群发文表示，无论自己穿什么样的服装，性骚扰都不应该被合理化，严厉斥责这样的行为，同时也抛出照片指控这名女粉丝是当天触碰他的人群当中最用力的，甚至还勒住他的脖子，让他感到相当不舒服。而主办单位也在15日发出重大声明，认定此事已经造成性犯罪，将对这些伸出咸猪手的人提出告诉，绝不允许原谅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